香烟了，我点酒了喂。呀。哪里的？这是越南的，一路过越南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刚才有点下雨的样子啊，然后很多邻居啊都在帮忙那个婶子烧稻谷啊，锣鼓很那个很炸人啊，洗洗去啊。
水果好像要那好干嘛了？水果弄下来啊，嗯。